这样好了，我们准备一小段片段哈，给你看啊，你看咱的教案啊，你有没有？哇，好，压力好大，好不好？很丢就来哦，就来看一下我们天道的精彩片段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大家来看麦啊嘞。我将来就是你讲啥，我就做啥。我将来不会让你失望过，我想要做一个乖好生。阿哥，你说对我这么绝情，我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物件，我没有感情，我没感觉疼。有时阵，我竟然希望你能体谅我，我希望你能还我一条春秋。现在你明明知道我这是我底线，你坚持要答应，你讲，这就是你的爸爸，我真的开始怀疑啊。江国斌、徐一凡请救。哎呦，这不敢。我赶快帮老贝了。你气看麦，气看麦。来，见你这边看。来，一杯杯。哇。你尽量。电影拢画开麦啦，啊那电视拢五四三二，好，一来五四三二。我将来就是你讲啥，我就做啥。唔捌互你失望过。我想要做一个乖后生，啊！不过你煞对我这么绝情，爸，我是一个人诶，不是一个物件。可你，可你是我的底线，你知无？爸，讲完了，讲煞。你敢起起来？倒脚，只脚。青菜就是脚拢好，就是敢起起来。你害我老肝，搁爱甲你斩。你安那？是固定啊是？我早就甲你讲，你唔通为着一个查某囡仔，袂记你身上。阿伯，嗨，阿伯是因为为着一个姨妈。我知影，我袂讲着。你为了那个查某，那别人就准拄耍，你为着可你，我真正要告你斩了。可你是要话歹？可你袂歹啦，袂歹袂歹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。我特别讲煞啦。我真正，真正告你起来。爸，爸，卡卡卡卡们。我觉得他演的不错，拍得很好，很认真啊！哎，你要美拜呢？我们这很贵，简单。我感觉啊，我这看了就很笨了，我多这很简单啦。简单。现场来，咱这边抽到什么物件？哦，就是讲照那个酷搜剧情来演好。男女分手篇。男女分手篇。跟谁？男女分手篇。我跟志熙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希望谢贤君跟上演。苗可丽。可以换人吗？阮阮台上讲，你还在那边？观众指定。对啊。苗可丽，苗可丽演出来无啥感觉啦。这较有经验吗？这一部剧本呢？阿妹妹看好。五四三。姐姐。小丽丽啊。咱做伙这么多年啊，你敢真正爱我？爱死得了。我相信你，所以逐摆你讲啥，我就照做。你讲为了咱美好的将来，嗯，亲我亲我，阿伯，你去，来来拍片探子。你唔讲，我叫你做啥就做啥。阿伯，黑小蛋。那个对我那么凶。好，先进去。哇，真好。今天来看，我穿三年啊。我一礼拜就穿正面。哦。后礼拜我就改变过来，我穿一礼拜。阿莲哦，过几礼拜就过变过来。嘿，拢无色，拢是呢，拢无色，无色。啊，都是这个味。你就是超过伊个安尼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哎，拜托哎，哎，你讲要穿甲会破，还嘛是无简单嘞，哈？你唔知安尼吼？破足侪空诶，啊，不过我方便呢。喂喂，拢免等。是啦。
有的好处就清清了。嗯，现在热天嘛，哎，就得空的，就得空的啊。拜一的有一空，拜你有一空，拜三有一空，你还有七空。小姐，小姐，啊，进出来啊，跟拄我好了。啊，这摆好紧呐，我跟你甜甜的抱抱的就好啊。你真正有够啊，真正上过分啊，真正来考。我不会，你不会啊啊！好会来考，哎，提灯的用钱啊，就好用哦。嗯，啊那然后呢？而且小妹妹，啊，提灯有爸爸用。阿哥有，啊那，阿哥有了欠钱，欠钱，爱心追回，追回。有啊，啊省钱呐。伊拢不爱给我洗身躯，起码真系多，真系老干呢。我拢无洗身躯，一礼拜伊给我洗一遍，为了要省水钱。你那当然对台湾。你看，伊拢我白讲，下面我无白讲，我白讲，一礼拜无洗身躯。好，我证明啊，你看。你知不知道我身躯有偌垃圾？因为拢无洗身躯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好，我证明啊，你看。啊。我拖。我白录外身啊，你看。啊，你有身。我有身。你有身。我录我你看。啊啊啊！看你这身。哎呦。对我较等下提来泡茶，一定是最好啉的。借问一下，敢是济公活佛？阿公，唔难呢。手无够垃圾，我身躯够够垃圾。身躯够。我证明我你看。哦，好，哦哦，我帮你。你看，大了无？嗯，真的我大了。有啦，我证明够够垃圾的，够够大了的，够够有。买了。无就安尼啊，就安尼啊。嗯，哎，有垃圾无？讲安尼，讲什么我无好洗身躯，是伊拢无好我休困，我拢无时间好洗身躯啊，对无？而且洗身躯咱就浪费时间，哎，咱来紧的吼，趁钱，而且咱不是讲哦，咱有紧的有小宝宝了后，就要结婚啊，那你都浪费时间去洗身躯，洗身躯才能清气，才能迄落啊。我拢无要紧，我袂嫌你垃圾，对无？安尼会使？都有人拍盘啊！安尼，这样还要我？我看伊根本就是，伊根本都无想要跟我斗阵嘛。你根本都无爱我。我江国斌啊，国斌跟朱熹，我们两个同样的。啊，那刚有合法的，江国斌合法，什么叫合法？一杯杯，五四三，我一向拢是你讲啥，我就拢做啥。你讲为着咱的将来，咱要较认真打拼，啊，好啊，欠钱，要属于咱两人家己的厝。所以唔通阿别开，对。所以为着听你的话，什么衫、什么裤，我拢无去买，我拢甲俭起来。因为你讲，迄拢是做生意的人，跳过要来管咱的钱，对。佮对哦，所以我就真正听你话，我唔捌去踅街买新衫。哎，阿姨掉咧，提啊提啊，接着。没事，换一条啊！哎呦，我这条哪样呢？你看，嗯，这条内裤我已经穿三年啊，穿三年啊。对，我一礼拜穿超长，一礼拜我来个变怪，变怪嘛是同款，搁穿，而且今天是伊的纸内裤。你看我多欠，结果上礼拜伊向我们破空，我一直穿，伊就一直破，一直破，即马破到安尼，但过我也是唔敢甲伊淡掉，所以平常时我的心态就是甲伊当作伊是，我的心内拍开一个窗，我会感觉会通风。什么叫放屁一个窗？拍开啦！拍开一个窗。哦哦哦！心内拍开一个窗，可以当作会通风，安尼就好啊。冰。较袂湿浸。冰。哈，不是叫我冰啊。冰。我刚刚见内裤，
耐克啦，耐克，这超灵丹。耐克，哦，这个。喂，你爱耳音的讲啊？我这就拍谁？你这个坑，真正是足方便。不是我这个坑啊，是这条耐克的坑。这条耐克的坑，真正足方便的。你放尿的时阵，你拢唔免脱裤啊？你敢会当讲话较斯文呢？我放尿免脱裤，你这我。而且你搁袂洗纱布？纱布是我等下要讲，你妈我白跳。所以你甲看我欠到安尼。所以到底是在讲啥？礼拜我着为遮便所用这个空。啊，我来。另外一个摆着为这个空。我敢那囡仔同款，穿个开裆裤同款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安尼爱单调，所以这条来讲。是嘛？伊爱先讲抱抱的。哦，你先抱抱个。哦，我会当甲你抱抱的。啊，抱起来就无空啊。唔免，你免甲抱，只来个，我不需要你抱。阿姨，等于莫说哦吼，你要脾气嘞不？你根本就是无想要跟我到底。哇！